今天是五月八号，星期一，早上的8:23，环球邮报的记者来到了大龙宫保安宫参拜祈福。我们向我们的保生大帝及众神们希望我们保佑我们的身体健康啊，我们身体健康，事业顺利，539会员呢，这个礼拜都能中奖。上个礼拜中奖一次，全车也开，两星都开。这个礼拜呢，新会员、老会员，今天是新，会员是 A、B、C 三组牌，增加一个尾数碰尾数，尾数碰尾数，大家试试看。老会员呢就是十只，新会员就是十只踩住，三只碰三只，三只碰三只，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中奖。我们暂时会员就是独资一支，独资一支，还有独资碰个尾数。上一次我们26碰零尾，我们2000是中53，这是我们那个那个钻石会员，所以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就照这个方向去做，有需要的，有需要我们那个新会员的牌子，你们在。用那个简讯传给我，谢谢，我们感恩感谢我们神的保佑，谢谢大龙宫保安宫啊，保安宫呢在5月3号到5月13、5月16号有个保安美术的展览会文化展览，欢迎民众来保安宫来这边参拜祈福，来参观美术文化展览，谢谢，感恩。